十八年没见了，你好。我一直在想，就是如果我在年轻的时候没有现在一半的懂事，或许就不会发生这么多事情。拥抱拥抱。小生老师好，十八年没见了，你好。我一直在想，就是如果我在年轻的时候没有现在一半的懂事，或许就不会发生这么多事情。所以今天带来一首《年少有为》，谢谢。假如我年少有为，不自卑，懂得什么是珍贵，那些美梦。老师十八年没见，这样子的一个会分外眼红吗？是一种蜕变，蜕变。其实刚才要算分数的时候，我大概就可以预估到他接近100分了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机器人真的有灵性啊，他不怕打错分数哦，机器不怕打出低分，他只怕被打。今天唱歌啊，说实在的。技巧没什么进步 ，OK 的 ，OK 的。但是经过这几年的历练，我觉得心境上的改变很大。他的嗓音很适合这个歌。哦，对，学会歌了，真的好搭。我可不可以给老师一个抱一下？老师，那当然要，来，十八年后，哎呦呦，拥抱拥抱，对吗？很舒服嘛。祥全今天我看到他也非常开心，我这个送你一些话啊，是什么话？这人生啊，不可能有100分，对 ，OK， 但是呢，99分呢，今天你的表现，99分，绝对是让你的人生更加的丰富。谢谢老师，谢谢，我感动呢。